晚清明陵真的漂亮吗？看完这组珍藏的老照片，你就明白了晚清著名的名伶杨翠喜，美貌无双，肤如凝脂，面如娇花浮水，腰如弱柳扶风的尤物，三寸金莲更显婀娜。当时不管是良家女子还是青楼名伶，都必须缠足。以金莲最佳，晚清名伶的老照片，容貌雅致，气质婉约，一颦一笑尽显典雅，只是三寸金莲看着都疼。当时古人普遍认为小脚才是最美的，所以当时的女子把裹足当作一种美德，不惜从小忍着剧痛裹起小脚。晚清京剧名伶黄克勤、张勋的三姨太颜值真的很高，一颦一笑尽显雅丽。当时黄克勤恋上张勋的侍从，为了能够与相爱的人在一起，不惜装疯卖傻。张勋见爱妾的模样，将其赶出家门。自由后的王克勤与心爱的人结为连理，轰动整个天津。晚清名伶小荣喜，佳人面色芙蓉出水，腰如弱柳扶风，颜值真的很高，只是三寸金莲看着真的很疼，站都站不稳。这张照片是法国驻华使馆武官菲尔曼拉里贝拍摄，主要拍摄的不是戏子的身份，而是中国裹足的猎奇，晚清时期青楼女子的合照。她们的容貌俏丽，穿着和服饰都十分精致，都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。即便以现代的眼光来看，颜值也是很高的。大家对此怎么看待呢？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